各位朋友，大家都平安嘛哈？应该早上应该有蛮多人被吓到。那7:58地震啊，那不晓得那时候有没有遇到8点上班打卡的人，电梯的状况就比较不好。一夫怎么样？你是醒的还是醒着的哈？像我一些朋友，赶8点上班的有被卡在电梯里面，因为电梯有紧急暂停。后来像我是还在家里，那我们两部电梯有一台电梯，马上打电话找电梯公司，要找人来这个检查。另外一部电梯维持啦，因为如果完全没有电梯，那十几楼的很麻烦。但是地震时期坐电梯，可是一个相对的，可是你知道，我们那栋我们社区哈，有很多是老人家，你从十几楼下来可能啊还可以慢慢走，你从一楼要到十几楼爬上去比较很麻烦哦。很麻烦，不过还好，希望大家都平安哈。如果你们因为我不晓得线上的朋友你们各自来自在什么地方，现在看起来花莲很麻烦，然后新北像新店，我听到的是有一些靠山边的房子有受损，超吞，有一个朋友被超吞掉。草屯现在怎么样？因为我在草屯住了10年，那我们那时候是921的时候很惨，希望大家都平安。如果你们当地有状况的，也麻烦大家在线上告诉我们一下。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分中央地方，一定不要分中央地方。中央因为有一些像花莲县政府可能没办法单独负担，然后你像我看那个有些房子都已经歪掉了哈，那个就是我在921看到的，那个财产的损失各方面哈，你也不晓得那个房子有没有保险哦，那你都没有保地震险的话，我不晓得那个。就是这个财产的问题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政府一定要，中央政府一定要介入哈。来，你早上还好吗？我还好，我在洗手间。你在洗手间呢？对，我刚好在盥洗。我在床上，我是被摇醒的。哦，我没有。7:58的时候还没起床，因为我们家两个人是醒的，两个人是睡的。最后大家跑出来。我们家那只狗动都不动，赶快又冲进去把它抱出来。我是第一时间愣住。就是我们台应该是先听到声音啊。我没有啦，因为我是被摇醒的，我是摇醒的。我是先听到轰声。对，因为我在三楼嘛。然后等到地震结束以后，我是先去检查，因为我知道这个很大，然后就看到我们墙壁那个漆有没有？漆不是有上一层水泥嘛？剥落，都裂痕，一定有裂痕啊。然后厨房就会有些瓷砖掉落嘛，大哦，正常。对啊，家是那个香槟酒杯在酒柜里面摔破了2-3只。对啊，那个没办法，玻璃制品里的，因为。我本来有养乌龟，后来我们最近换养鱼，我把乌龟带回祖辈，然后像我们那个鱼，我那时候很怕那个鱼缸被震破，但是鱼缸没有被震破，但是我那个鱼缸还很大，蛮大的，里面的水被摇出来差不多摇出来三分之一，你看到一栋大楼吗？那个应该是顶楼游泳池摇晃的太严重，水整个泼下来。对啊，对啊，沿着整个大楼这样流。对啊，对啊，没有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另外一件事就是，最近因为地震过后，走在路上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要小心一点。尤其台北啊，尤其大台北地区，瓷砖、二钉挂，
你的二丁挂那一些要稍微小会掉哈，这是真的会掉哈，所以不要太靠。对，可是这不要怎么不要怎么这个，因为像我们今天我们大楼管委会马上检查，嗯，因为已经发现像我们那个大楼是比较有点年纪的，嗯，就有掉落，就有大掉落。对啊，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它前面现在的地震它可能松脱还没有完全掉下来，因为还会有余震，哦，对，还会有余震。因为你到现在为止除了7:58那一个已经余震超过40次以上，一定还会有，一定还会有，已经超过40次以上了。所以不管是骑车的走路的，嗯，稍微小心一点，对，稍微小心一点，注意一下。你如果有，你如果，因为像台北是不讲台北高楼大厦，其实包括板桥这些，因为我们很多大楼，大楼你如果外大楼外墙是二钉挂的，这个真的要很小心，然后像因为我开车，我早上开车去电台，停红绿灯都还车子还被咬了，所以余震还不算小，对，大概是。大概9:10那一次，我在松山的 7-11 那一次余震就很明显，对，就很明显。那今天的所有交通大概都大乱，嗯，大概都大乱。然后我有朋友在台北车站要搭高铁南下，因为高铁停了。不过捷运也一定要先检查了，一定要先检查。捷运也停了，然后台铁是全乱了。对，台铁是全部都乱了，大概少则延误都20-30分钟，多则40-50分钟。对，所以我今天来松山坐火车，我是在火车站嘛。对啊，所以。我向来大概都坐固定的班次，嗯，所以我今天一早还是买对号座，但是看来看去，干脆有车就上了，有车就上了，有车就上了，可以到松山有车就上了。对，不过台北车站秩序是大家的素质真的很好，像我同学我朋友他们在等高铁嘛，嗯。大家都知道，就高铁就 delay 了嘛，因为他检查，因为他全线检查，全线检查，这是安全问题，这是安全问题。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抱怨。对啊，然后他们大概他们都是每一个人都在打手机，因为你要搭高铁南下的，你知道这个延误至少30到1个小时。那当然了，你有些人是要出差的啦，有对啦，这个早上的大概都是出差的，都是公务的，都有一些状况啊。你比如说那个。你知道那个板桥大圆柏旁边那一栋大楼，嗯，那栋大楼，我大概9:00多经过的时候，然后他们门口满满的都是人，满满的都是人，他可能也是在检测大楼上面的所有安全，安全的了，让上班的人先不要进入大楼，对啊，然后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大家有啦，这次小心一点。我觉得从台北车站，我听我同学朋友他们在讲，大家我们的国民素质真的很好。我坐火车大体上也没听到什么抱怨声，但是几乎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大概你出来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补票，因为那个班次全部乱掉了，对对对，全部乱掉了，嗯，全部都乱掉了。那这个也是考验哈，考验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应变能力。11点的时候，嗯，这个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在官邸第一时间对台湾的灾情表示慰问。对啊，果然是真的，日本在这一方面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对啦，有任何的，而且我们两边的地理位置环境是一样啊，对啊，对啊，都面临一个海洋岛国，有时候海洋地震的问题。好，但是问你啊，我还是要问一下政治啊，你觉得徐新盈的那个预算法那个修案会撤回去重改吗？因为这个会对他很打脸，很讽刺。我觉得一件事，我真的不懂，现在很多立委到底在干什么？
那特别预算很早，我在立法院第一届开始，他的预算法里面就名列特别预算，每一个法律里面，当然它随着时间会有一些主客观环境的变化，对，主客观的环境变化，但是特别预算它是有某种程度上它是有存在的必要性，有啦，如果没有存在的必要性那不会这样设计，但是有一个问题回过来讲，我们必须把特别预算，特别预算，去做一个相对明确的规范，明确的规范，对，否则特别预算会变成公务预算里面那个公库为掏假包啦，是掏假包啦，是的，偷吃布啦，那特别预算基本上都是，为什么会有特别预算？大部分都是因应紧急之需啦，等等，或者特定目的、特定的状况。你像那个时候军购用特别预算，但是我大概可以理解。我们有很多就是坦白说一句话，我们就用了很多的特别预算去取代了公务预算。公务预算，而且公务预算每年编列，每年审。特别预算有时候就是一次跟你通过五年八年，你比如说坦白说一句话，五年八年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前瞻啊，可是前瞻它是一期二期，它分期吧，你错了，因为就是你没有看过很多预算哦，前瞻里面比如说好，我们那时候不是在做轨道建设吗？对对对，轨道，它是这样，有些轨道建设已经开始在规划，已经在什么准备要实施的时候，编到了前瞻预算，它可能编了五年，然后后面的三年是用公务预算支援，它变成特别预算跟公务预算合在一起去执行那个项目，这个就不宜了，对，这个不宜，所以有很多东西我觉得。不是，去取消特别预算，就是前瞻，像类似前瞻这个标准变腐烂就对了，而是要回到一个特别预算当初设计的常轨、正轨上面去走了。说实在话，我真的不懂，现在的立委脑袋里面在想什么。就是制度的完善。跟你的内容，比如说国会无法，国会改革，我觉得国会改革里面不在于修调查权的行使法，因为这个大法官已经告诉你，对啊，是你如何行使的方式有没有可能触及到违宪，是啊是啊，你国情报告里面规定于宪法得邀请，那你在执行总统来国情报告的过程当中，你的方式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涉及到违法违宪，马英九的时候他也不要急问急答，陈水扁也不要啊，没有人要急问急答，因为急问急答他们都怕，一个是走歪了，就是歪楼，还有一个是到时候所有的立委都要上，那个是像现在是113个，对不对？扣掉正副院长，大概不会问总统了。我觉得一件事，总统的国情报告每一个都上台问，总统对国家大政，对不起啊，吃东西。因为国家大政的说明哦，其实不一两句话就被打断了，几对了，对。可是，可是以立法院的，好了，以我们的立委的这些素质来讲，我觉得一定会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拉布条抗议会不会啊？因为你说总统不可以被抗议，因为我觉得一件事即问即答重要，还是形成惯例，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重要？当然是先形成惯例重要啊。所以我就说，国民党不要老是在想那一些细节要去怎么弄，
而是你在制度面上面如何先建构。先那我就觉得先不讲到国情报告，我先问你，因为那个许昕颖那个提案有十八个立委，那十八个立委一定会不会倒霉？嗯，以你的政治判断，也还好啊，也还好。给我讲一句白莲花，一般人民搞得懂特别预算、公务预算、营业预算、非营业预算。这些东西搞得很清楚嘛？大概不过地震的时候没有特别预算，这个大概搞得清楚。啊，因为刚好遇到地震。如果你没有，不是，我觉得这次会被搞清楚。地震哦，发生，其实你跟我说特别预算也来不及了。那如果有灾情，那当然对对对对。我们举个例，我们不希望没有921吗？那时候我们就在现场。好，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灾情。那我们以过去的例子来说，921来说，那已经921发生之后是先动之后面大概一个礼拜十天左右通过嘛，特别条例，他的第一时间一定是动用预备金，对啊，一定是动用预备金，就第二预备金就先下去再说啦，对对对，动用第一预备金，然后因为灾情过大。所以他会把行政院各部会的第一、第二预备金全部拿过来啊，全部收起来。对啊，对啊，全部收起来用，因为那个921我们灾情够大，其实行政院的预备金根本无法支应，他会把各部会先收起来，然后在立法院订一个特别条例，921什么什么灾情中间特别条例，然后在某种程度上框列一笔。相对于大的预算数字，相对于一个大的预算数字，那个特别预算当然是为了921灾情的刚发生因应的需求，所以后面才会还会有921灾情重建特别条例什么什么什么，对，还有委员会嘛，就后面的事情，他第一个先救急，第二个后面怎么做，大家再来弄好，那。现阶段这样哈，其实某种程度上这样讲啊，哈，特别预算的审查程序跟预算的审查程序，一般预算是一样的，对，是一样的，但是他就不用再进委员会了，那不一定也要进921的时候，没有，那个是程序的简便，对啊，可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急需这笔钱，大家有共识，我们就不要到委员会去审了。是，对啊，对啊，委员会大家协商一个数字，就让他过。921的时候，我记得没有进委员会，就直接在院会。让他快哈，其实程序是一样，然后好像是朝野协商嘛。对对对，就是朝野协商，他是用朝野协商进步的速度，因为灾情太大，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对，我记得是进步二度嘛，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所以没有进委员会。那一个是程序上的缩减简便，就临时状况了吗？如果一般的特别预算也是要到委员会审议的，好，你不要误导，对啦，不要误导，好，不要误导。我是讲921啦，我没有讲其他的。一个是快速程序，大家有个共识。你像 COVID-19 的那个预算也是要进委员会啊。我也只讲一句话，他用追加预算可不可以？一样可以审查成，也可以简略。简略程序啊，是啊，追加预算可不可以？我记得921后来有追加，没有，921一开始是用特别，对，特别，他用他是单行条例，他是特别条例啊，条例以后我记得我放掉，对，我记得后来有追加921，那个是后面，那个是后面还追加了，但是我说一句话，你特别预算来跟追加预算来。可不可以用追加预算？严格上也是可以哦，可以啊，我立即可以向立法院提出追加预算。如果朝野有共识，对这个追加预算程序也一样可以缩减。对啊，好，因为921就是这样子啊，很标准的。但是问题是哈，问题是在结构，在预算的结构上面，好，预算的结构上面，追加减预算，我们大部分都是会针对已有的预算进行追加跟追减。那特别紧急灾难的时候，他前面是没有那一笔预算，是好，他前面没有那一笔预算，那你要办追加就有一点很大的麻烦，就是你可能
追加的过程可能就是啊，卫福部因为救难啊，然后内政部营建署可能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消防署什么什么，它会分散在这个。那特别预算的好处就是集中啊，紧急事情的时候一次集中在这个手上，因为我不用各部位再去麻烦。不，因为 COVID-19 的时候也是特别条例嘛。COVID-19 后来你光是那些采购的东西，后来也是就是一个也是一直在编。我这样讲比较简单一样，好。比如说921他就问各部位，你预估你救灾情、你的维护、你的救护啦、啊、你的什么什么，大概你们的大概先抓一个数，先出估啊，然后我直接编列特别预算的时候我就出估一个数字出来。好，如果追加预算的话是你卫福部多少钱要编列出来，有多少编列出来，那一个光是行政内部在救急上面的速度上面就慢了。没有，特别预算是有它存在的目的必要性的，对，还有必要性。所以国民党真的不需要这样，国民党真的不需要这样搞。好了，好，再问你一个，因为这个也是我史无前例，我以前没有印象的，就我这十几年来我没有印象的，罗明才那件事情。罗明才要金管保险，就是找了金管会，然后叫金管会帮他约了六个寿险业者，六大寿险，不应该讲四大寿险，两个中小型寿险的董事长嘛，哈。然后下个礼拜要约12家金控的负责人。你有看过这种例子吗？就是立委真正式的要金管会替他约企业，被监管的企业，被监理的企业出来。其实这样讲哈，这个例子哈，其实基本上不是没有，不是没有。金管会啊，不是发生在其他各部会类似的案子，不是没有。但是呢，会请他们找出来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法案上面有不同意见的争议，要听听业者里面的看法。甚少说是。搞交情，吃饭，认识一下。我讲白话文。以前也有长业的。我先讲白话文了，为什么呢？我也看明才嘛，明才我也不是不认识，当然不是那么熟，这么多年，以前比较熟一点。可以替我约玄彬吃饭吗？玄彬是韩国人，好了。应该没错吧？叫外交部约啊，这个不是这个要叫外交部约，外交部啊，要叫外交部才约得动，好不好？地震严重吗？不过从现阶段即时的新闻上面来看啊，目前为止的灾情，花莲比较麻烦，还不算太严重。那现在是看后续，因为花莲有两栋房子倾斜，一栋房子倾斜，一栋房子底下早餐店塌嘛，有人受困了，但是刚刚还没看到。现在啊，就是说以过去7点多级的地震造成的灾情来说，这一次。真的就只能说台湾还算幸运。不过我觉得大规模的灾难。不过我觉得台北这次有被吓到。台北有被吓到。对，台北有被吓到。然后讲罗明才，罗明才在财委会那么久了哈，他可能，国民党里面他应该是最资深的，因为他一直都连任没有断过。对啊，你说这些金融业的老板他会不认识吗？我觉得他应该都不陌生。因为他在财委会太久了，公股银行呢更不要讲。他哪里需要透过金管会去约人呢、啊？可是他，我觉得明才是故意做这个动作，因为他在让那些企业主知道说，金管会叫得动，金管会我叫得动金管会了，金管会是他们的主管机关。对啊，然后呢？罗明才透过，你先把它吃完，等一下人家又念你。罗明才透过主管机关约有一个好处，被发现的时候我是公开的，找主管机关约的。可是对企业来讲，
金管会，我可以叫金管会做事情，不对，而且你也应该那个好像，如果你要帮委员会做人情啊哈，因为罗明才好像现在是招委嘛，他是招委啊，另外一个招委是郭国文呢，民进党的。我要做人情的话，我应该朝野立委都要。可是我觉得根本不应该开这种例子啊，我根本不应该叫。是啦，欸，金管会是你被监督的单位，你叫你被监督的人去替你干这种事情，不是好例子啦，很烂呐，啊。简单，欸，我在想说啊，不是好例子。那我可以叫国防部长替我约什么雷神啊这些公司来吗？来来来，我觉得不宜啊，对不对？不宜啦。我先独唱两分钟，你不要害我，好不好？已经有四个人死亡了，是吗？登山客哦。哇，已经有四个人死亡了。如果在山里面的话，很难，就很麻烦。山里面真的很麻烦。山里面很麻烦，因为最近天气又还不错。双北很麻烦，那个山上就真的很麻烦了。哎，真的是，我觉得希望大家都平安，灾情是灾情，不要那个。灾情不要再扩大了，然后不要搞推责任，谢谢，不要搞推责任的事情。哎呦，麻烦。嗯，啊，希望大家平安，希望大家平安。啊，有没有可能解散立会，让立委通通重选？没办法，基本上他没有倒戈，你就不可能解散。对对 对, 对，基本上而且第一年也不能，基本上要发动倒戈，而且也要等一年，好不好？对啊，对啊。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一届都不可能。有一位朋友六真流说五人死亡，哎呀，然后有一个砂石车司机。好，这个不要讲说泛蓝县市哈，那个我觉得这个天灾，我们哈，我们不那个跟我们上工一样，有一个上哈，天灾跟我们上工有两个字重复的朋友，天灾，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去分蓝绿啊，不要分蓝绿，发生在花莲嘛，哎，不要分蓝绿啊，我觉得我知道大家会去笑傅昆萁啦哈，但是这个时候笑傅昆萁是一回事。但是灾情天灾的事情，我们这个没有这个事情就拜托大家，这是天灾的问题。我们、我知道，当然每一个人的立场或好恶啊哈啊，但是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就不要用蓝绿，对，我们变要避，就算你刻意也好哈，就是不要去分蓝绿了哈。啊，如果有留言的，你可以修的，就把它慢慢修一下。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天灾，好。这是一个天灾，台湾人民面对天灾，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大家的情绪跟心情都是为了严重灾区里面，希望他们不要出事。而这个问题，我们不谈蓝绿了，好，我们不谈蓝绿，但是我也就跟那个留言的朋友稍微讲一下啊，那你也不要太介意，就可以修，你就自己修一下。地震警报哈。哦，有这个台北市的、双北的好像没有收到，双北都没有收到啊。中央气象局有讲，他们原来预估是四级，不到四级，所以就没发，所以这个事情他们会被检讨。他们第一报、第二报，第一报桃园的就有收到哦，桃园新竹他们都有收到。第二报，对，基本上他们的预估值都。稍微低了一点，对，不到四，好，都稍微低了一点啊。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件事啊，因为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侦测站哦，侦测站，我们台湾有47个地震的侦测站哦，那侦测站收到以后要迅速的做出推估了，当然我们是希望。越准越好啦，对，而且我们也希望是给大家有一个不算长但可以有反应的时间啦，我们竹北家里收到的时间还算有一个缓冲时间，有几秒钟啊，可能还更多一点点。当然我们希望
希望气象署，现在气象署嘛，中央气象局如何去修正、這個？有啦，他们有出来，他们有出来道歉的、啊，他们已经有出来道歉，说他那个预那个预估了，预估啊、系统预估，就是第一次跟第二次预估都，第一次预估 6.2， 第二次预估 6.8、嗯。然后最后的监测，最后的结果是 7.2 嘛、嗯哦、当然这个预报、哦、国家警报它是一个预警系统， 它是一个他们在算那个他们所谓的叫 P 波啦、哦嗯、P 波就是横向波，它就是随着横向方向、啊、而且这个系统、就是、系统、就是、左右晃动的那一种，你不是就你就知道左右晃动的那一个啦、哦嗯、那一个跑得比较快，对了，所以他们先抓这一个预估哈啊，回春丹哦，什么回春丹？等一下，我没有看懂回春丹三个字，提示一下吧。我也没看懂回春丹，我也没看懂。我查一下，因为我们今天都在看相关地震的东西，环状线。哎呀，那个侯友宜可能会有一点点压力。哦，那个会环状线。回春丹远校演唱会啊，哦哦，这个事情我没注意。抗议中国乐团回春丹发文，嗯，哎，这个事情我真的没注意哈，我没有注意，因为本来是要参加屏东的台湾暨音乐节，被官方取消。哦、中国台湾抗议中国乐团发文。哦，因为他们的 IG 来用中国台湾呢、嗯，哎，这个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哈、啊。对，因为如果不管是我们或者是对岸哈，如果你必须在政治上不断的表态，你只会让事情越弄越僵哈。我们说就是善意这件事情啊。你如果要三不五时就要把你的政治立场，不管你是为了能来台湾，或者你奉命都好，这个没有对增加彼此的善意是没有帮助的啦。那客观再来讲，台湾跟中国是真的，我们有人文背景，有很多地方经过这70年的发展，是真的差异越来越大。那你要说服中国去接受说啊，即使是有一些相同的民族背景啊，但是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国家，这个还要花很长的时间啊，这个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但是堆积善意这件事情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不过我直接那么讲哈，习近平上台以来啊，因为他太有自信了，所以这个堆积善意的过程就没有了。习近平是一个单边主义的。那所以我直接这么讲，我很多朋友是中国人的，可是我们之间的沟通没有问题，我们是可以互相理解彼此对于一些政治上的不同。嗯，好。啊，可是有一些人是真的很麻烦。啊，这个题目呢，永远讲不完啊。嗯啊，但是歌唱就歌唱嘛，哎，不要用这些字词，不管是台湾的演艺人员到中国，或是中国的演艺人员到台湾，就表演就表演，不要谈一些这些问题啊。对，这些问题是触动两岸的敏感神经啊。那就像说很多你看到台湾的艺人去那边要去喊某些话，你大概就知道嘛，就是他就是赚钱嘛，哈、嗯，那就是自己个人的选择啊，个人的选择啊，那金管会约谈，在中国的贷款可能爆了消息，牵涉到的金额好像很大，但没有什么新闻。
哎，因为我没有 follow 这个事情，所以我不是很清楚。润中是玉龙，这个玉龙是玉龙汽车吗？好像不是，它是一个那个租赁公司啦，好像是租赁公司啦。可是租赁现在在中国很难做，哎、欸。租赁在中国现在风险很高、欸。现在大家在检讨一件事嘛，就是说，跟银行贷款，跟租赁公司贷款，租赁公司扮演银行的、角色是否怎么样？最近也在检讨这个问题嘛，是啊，也在检讨这个问题嘛。当然，哎，我觉得、很多事情就长轨来看吧。就是该约谈的就约谈，该怎样的就怎样。这次不会再有张善政出来骗局了啊！张善政那个时候是哦，帮花莲帮傅昆萁背书啦，他帮他做那个这个稽核啦，什么稽核那个？那个我也搞不清楚当年那个捐款小户是怎么用的？中珠滴核啦，中珠滴核的、哦。不过我知道是在中国，现在你要再去靠放高利贷赚钱很难，越来越难。你有感受吗？好像有一点吧。哦，不过因为我们楼层，我们现在在二楼，我们在二楼比较不会那么明。当然，越楼层越高，稍微晃一下，它的尾径会稍微摆荡的比较大一点。对啊，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按照宪法来说，确实是中国台湾。对不起，没有啊，中华民国台湾。哎、欸，好吧，好吧，不是中国台湾。各位朋友，我们的国名叫中华民国。好，好，这个事情你越强调，就越敏感。好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里面在主权争议上面，不管怎么说，你，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看一下民进党的国家说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叫中华民国。那过去国民党的说辞叫做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哦，那无所谓，我都觉得中华民国或是台湾，你要用什么当作主体去论述，但最终都叫中华民国。最终都叫中华民国，无论是你说台湾是一个国民叫的，你以台湾为主体推出去，到最后的国民叫中华民国，这是民进党的说法嘛？哈，他是以台湾为主体。那国民党的论述就直接用中华民国为主体。其实不管是你以中华民国为主体或以台湾为主体，那就是告诉你我们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过讲到这一题就不得不讲马英九了，4月8号应该跟习近平会见面了哈。因为照目前所有安排的规格啊，都是见面前的暖场，就是他到广州的时候，国台办副主任接机嘛，就是副主任接机，晚上晚宴送涛，晚宴送涛嘛，这个就是要跟习近平见面的一个规格安排。今天是广东书记，对对对，今天的中宣部部长，好，黄坤明嘛，哈，这里面就有一个，到时候对国民党会是个挑战哈，就是马英九应该这次要跟习正面谈到一中的问题的。因为你从萧旭成在出发前在伟汉的节目啊，他不是去上伟汉那个节目吗？他就已经把就是预告嘛，要去谈一中。但我问了一些国民党的朋友啊，都是有在上电视的朋友了哈，私底下都在讲说马英九不能代表国民党啊，也跟我讲说马英九现在在国民党的影响力已经没有那么大。对，这。基本上私底下讲的话都叫事实，但是公开有没有人，国民党就是跟马英九切割不了嘛。但是有没有一个人会公开讲，公开出来讲马英九只是个人不代表国民党，讲这个人国民党里面有没有人会公开出来讲，就是哎、欸，不是因为我问的有一些是市议员，是我不是要贬义市议员，可是因为你是市议员，你对国民党的代表性，虽然他们也常常帮国民党辩护，
这个事情是要像朱立伦或党主席的，你知道，所以啊，你讲到中国跟台湾的问题啊，这一次四月八号那一天呢、啊，四月八号那一天呢、啊，是要值得观察一下。BYD 是我们公哦，比亚迪啊，比亚迪啊，中耀兄，你们公司的竞争对手，你们公司也是做电动车吗？然后讲到比亚迪，我就想到特斯拉。哦，你知道我们在看未来特斯拉、欸。你讲到比亚迪，你想到特斯拉、啊？对啊，我想到比亚迪，我就想到郭台铭告比亚迪的事。啊，那个郭台铭不重要啦，老郭，我在看的是特斯拉的未来。因为特斯拉在美股的还蛮重要的哈，那美股又会联动到台股，我在看什么这个特斯拉的未来有点不乐观。嗯，因为你不只是比亚迪，你像小米这几家都的电动车都开始了哈。那中国有一电动车一推出，好像就卖了不少台啊，两万多还多少台？对，好，重点是什么？因为你只要是可以。规格化大量生产的东西，对中国的业者就是会有绝对优势。我突然想到，为什么马英九跟比亚迪的老板握一下，那个死亡之握？不用了啦，人家习近平都握过了。习近平跟马英九死亡之握，结果习近平把他所有的政敌跟潜在的人都干掉了。对，但是经济也崩盘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好不好？好不好？哎，所以啊，我自己在看这些事情里面呢、啊，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注意今天的国际新闻，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跟拜登，美国总统拜登在美日非的高峰会议之前通了电话，好、哦嗯，这些都不是突发奇想的临时起意，这些就是国际政治啊、的动作。其实这个铺梗是有意义的，就是说。美日非啊，然后包括最近还有美日非澳，还有澳洲，在南海有一个联合军演。好，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首次的，它不是公式的。好，但是它做一个安全联盟，因为美国跟日本有共同防御，跟菲律宾有共同防御。那做出这些动作的同时呢，习近平这边之前是约了美国企业界见面，然后呢？昨天啊，跟拜登总统通电话，然后礼拜一会跟马英九见面啊，会约见马英九。我用约见啊，因为这个不是马英九可以决定的啊。习近平发通告了，对，习近平发通告。好，就是你如果联合起来连续观察的话，习近平等于是有做了一个大动作。好，当然最后当然我要看四月八号他铺的梗是不是像我个人在揣测的。我个人的揣测其实很简单，那个结论叫做习近平需要换一张比较温和和平的脸给这个世界看，那他需要外资继续留在中国，包括找马英九去都会做动作出来。因为台海就是敏感，那台海敏感，如果习近平也会做出大动作的那比较和平的一个宣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缓和他跟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当然国际政治不会那么单纯，也不会那么简单，但是我个人的观察就是习近平在做出大动作了。那这个大动作包括在两会的时候，习近平在结论的时候有把和平统一放进去啊。那这里面你不要去 argue 我说我是在讲和平统一啊，我是在讲说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习近平大概要换一个策略。然后他必须先秀经济，那秀经济他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外资先不要抵制中国，或者不要快速的退出中国。那这个大概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那这是我个人的判断。那我们的马英九就是配角，马英九的问题好不好？马英九的问题等一下再谈，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重点，他是配角，他是男配角。讲话运用能力为受害者争取到什么吗？蒋万安
是受害者最多最大的问题，现在重要是赔偿啊，一个是刑，一个是责任问题，刑事责任是检察官的了，一个是赔偿的问题嘛，因为最大的问题是宝林有多大的资产，不过他们应该是向那个管理的大时代，希望大时代扛起责任。哦，原柏啊，哈，没有，原柏是大房东，嗯，另外美食街他是承包给了一个叫大时代，食品的时代理的代，没有，他前面有释出一个就是原柏跟大时代的保单涵盖了美食街的问题，涵盖了美食街，涵盖了美食街的问题，哦、对对对对，所以如果这两个保单都涵盖了宝林的话，至少在保险这一块部分，这一块部分，因为直接负责的宝林的保单并没有生效。对对，好，那宝林该死。那蒋万安如果、这个时候是蒋万安也好，或者是中央卫福部也好，可以合作有一个东西，因为你大概看到新闻，你知道有一些受害的朋友他需要换肝。哦，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这个这一块来讲，就是那个手术费用并不低哦。手术费用都还是，其实因为手术费用是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我讲的是后续的医疗，后续的医疗啊，后续的医疗。如果家庭状况不是很富裕的人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中央跟地方，这个是中央地方要合作，拜托，对一些受害者的责任哦。然后，因为国民党实在是想要保护蒋万安，真的不要做过头，真的不要一个事情厘清以后，对受害者的保护又结束。我还从头回来提一下，宝林不会什么责任都不负了哈，这个不用担心，至少刑事责任，这个就交给检察官，检察官也不会这么容易就放过了。对对对，因为有人命啊，这也不是一个很容易可以放过的事情。我觉得回过头来就是说，四月八号这个台北市议会大会嘛，哈。等一下，这个新闻我没有看到，台中怎么会有掩埋大游行？大游行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没有关注大游行哦。什么时候的事？怎么会有戴耀兴？戴耀兴，戴耀兴，如果，好，戴耀兴是有毒物质、啊，不是致癌，好不好？我们为了戴耀兴已经来，那时候我们还年纪还小，在当刚当记者的时候，戴耀兴已经搞出多少飞机了？对啊，你说昨天的新闻啊，换肝后还会哦，戴耀兴我真的没注意到，台中是不是？好了，我会今天我不一定来得及，因为我真的没有注意到。对啊，那在龙井六吨啊，六吨哦，怎么会那么多？真的、哦，龙井被灭门哦，戴耀兴。好、这个我会注意，好吧？这个我会注意，要看一下，因为六吨很高，六吨很高。没有，有没有证据怎么样啊？今天讲一句话就交给司法吧。因为司法上面包括法医的鉴定啊等等，都会送到检察官那边去做调查了。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先探究的是行政上面的责任问题啊。为什么24号一直没有？大家在讨论的一直是为什么没有扣？对啦，因为扣食材应该是 A B C 啦，不应该讨论。对啊，对啊，扣食材应该是 A B C。就说你在看后来蒋万安的卫生局局长说，他们有把厨师的手部检体送给台大法医中心法医所哈。就说那个事情，就是我会觉得很纳闷，就是说你知道要去取得那个厨师的手部检体，可是你没有去扣食材，这个有点觉得那个逻辑就脑筋思维上你会觉得很奇怪嘛。但是你扣了也不代表你马上可以验出来的，还是要讲，因为这个米酵菌酸这个事情，台湾没有经验，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的 SOP 就是扣食材这个事情应该不用多讲。对，
手部检体算不算间接证据？可能不能算，可能 他可能会更直接一点，因为他是厨师的手，他比较算直接证据了。对对对，他比较算直接证据。但是这个事情不用急啊，刑事责任的部分不用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现存受害的人哈，他后续的医疗怎么处理这一些？因为那个你去吃一顿饭，就说简单讲了，你换了肝以后，后续的医疗费用。对啊，好，那现在是要靠原版，是要靠大时代，还是要靠政府啊？这个应该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主张，对，或者态度。嗯，那蒋万安我知道他在做危机处理，就像最近你看到的蒋万安就没有刮胡子，每天开记者会，这个是在做危机处理。可是你除了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之外，最实质的是对于受害的啊，受害的这些消费者来讲啊，你还能多做一点什么？4月8号吧，4月8号议会开议嘛。对啊，那就三件事嘛，总检讨嘛。对啊，三件事的凯凯案，三月中旬的台次光，三月下旬的宝林。对啊，三月就发生了这三件事。对啊，好，那就市议会去好好监督嘛。嗯，好好监督了。哦，那回过来讲这个马英九啊，我觉得马英九，你看他第一天去，他看了大疆、腾讯，嗯，哦，后面又看了比亚迪嘛，嗯，大疆、腾讯是2022年那个美国列为那个什么恶劣市场的黑名单嘛，嗯，就是他底下有两家公司叫全球速卖通跟微信电子商务嘛，嗯。就是卖假货啦，助长这个伪造商标啦等等的问题嘛，好，美国把它列黑名单嘛，好。另外大疆是好像也是2021还是2022军工复工题的，军工它是军工黑，它是军工黑名单的，军工复工题的黑名单嘛。那2023年的12月，就是去年的年底，15个国会议员要求五角大厦以国安理由不要再核发那个大疆的零部件的证明嘛，哈，合格证明嘛。那当然，这两家公司的总部都在深圳了，哦，嗯，那这个是刻意安排啊，然后又太刻意了吧，哈，然后这是两个美国不喜欢的企业嘛，哈，然后刚才讲到比亚迪啊，比亚迪透过了泰国的社长啊，泰国社长来台湾申请了商标跟车名嘛，哈，所以大家也都在换算他可能要进来啊，要进来啊，玉龙啊，因为他，就玉龙啊，玉龙现在没有，玉龙是否认啊，他本来是玉龙要弄啊，还有一个叫森纳美啊，三联一家公司嘛，哈，他是在马来西亚跟比亚迪，代理比亚迪合作的嘛，哈，那现在就是因为台湾目前的法律是禁止从中国全车进口，哦，所以第一个第三地第二个来台组装，哦，那可以看得出来比亚迪的目标是想要进台湾，哦，嗯，那两个美国不喜欢的企业，一个想要进台湾的电动车厂，那把这三家看起总观我就用了四个字叫反美攻台嘛，嗯，反美攻台嘛，因为两家是美国讨厌的嘛，嗯，一家是要攻占台湾市场的嘛，嗯，那你马英九去看这三家好吗？无所谓啊，马英九不在乎，好，马英九不在乎，然后你注意看马英九在2023年的3月到4月去了一趟中国，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寻根还是什么，哎，反正我也不是很注意他的名字了，是是是，然后在里面摆12中华民国，但你看到今年中华民族是啊，不讲中华民族，因为今年要去皇陵祭祖啊，神农什么神农，还有个神农大帝的，哎，神农大帝那个大帝啦，神农大帝啦，皇帝皇陵啦，神农大帝是李乾隆要去的啦，对啦对啦对啦，然后你再看那个，你再看他现在都在讲什么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啦，是啊，中华民族啦等等等等的啊，
那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大业，中华民族大业，这不是习近平的口号吗？是啊，我就跟你讲，他去当传声筒啊。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他对四月一号到四月七号，你很难要听到他讲出什么了，因为你讲了这个习近平不想听的话，四月八号干脆不见了。不，这个本来就不会讲习近平不想听的话，对嘛？他都已经相信习近平了，怎么还会讲？对对对，你注意看一件事嘛，去年马英九要去中国访问，第一个揭露的媒体是哪一家？忘记了吧？忘记了。香港零一。哦。然后这一次香港零一的报道是什么？马习会确定在计划中。嗯嗯。好，是。所以我是觉得一件事啦，哈。当然刚才谈到美日飞哦。其实我觉得一件事情，去年的美日韩。嗯，在大卫营，大卫营、哦、美国跟日本是同盟，跟韩国也是同盟，他们是共同防御条约、哦、没有没有，他们是同盟，对啊，是分开的同盟哦，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在这个大卫营里面，三方会谈，三方峰会出来以后呢，讲了一段话，叫做。如果是类似啦，你打一个国家等于打三个国家啦，是好，那我们知道日本跟韩国过去是很不好的，好，现在是拉在一起，而且记得美日韩那时候特别有谈到，台海的稳定是世界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的，没有对台海都有讲到话，而且美。后面就是每年要开一次峰会，而且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反潜反导弹。是的、哦、那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针对哪里？针对北韩。嗯，针对北韩嘛。好、嗯哦，但美日飞呢？这一次美国跟日本就不用谈，我们刚才谈到了嘛，美菲也是同盟国，是。那现在又把这三个国家拉在一起的时候，是针对哪里？南海。嗯，就是南海嘛，而且他把日，而且把刻意把日本拉进来啊，东海尾跟南海整个南海啊，南海，所以你看得出来，美日菲现在又要组另外一个三角啊，就是另外一个三角嘛，另外一个三国同盟嘛，哈、嗯，那前面是美日韩是针对北韩嘛，这一个大概就是针对台海跟南海的问题嘛，哈。其实主要是南海了，对，主要是南海。然后呢，谁知道这一次在白宫里面会完以后所签的三个声明是签的声明是什么？我相信台湾的问题应该还是会被纳进去了，哈。应该还是会被谈进去了。当然，在这个时候，四月十一号他们要举行会谈，你四月安排四月八号见。但某种程度上，讲话是有一点，也是要讲给他们听啊。当然呢、啊，某种程度上也是讲给赖清德听啊。好，我跟你讲，在这个时候讲给华盛顿听比较重要。哎、欸，讲给赖清德听啊。然后第二顺位才是赖清德，好吧？那当然，你说罗森伯格来台湾呢？啊，罗森伯格来台湾。当然，他也不是很莫名的想来台湾玩玩嘛。不是，他带有任务的。当然嘛，他总是要了解五二零，你要讲什么吗？两岸的、你的方向也不一定问细节。对对对对。一些方向。而且美日飞的像这种高峰会议会谈些什么？哦、大概美方会也会在你知道面对面。哎、是最讲，是最直接的。就这样讲，习近平打那个拜登打了电话给习近平，罗森伯格来了台湾嘛？对，向来他们美国的操作不都是这样吗？罗森伯格比两个人通电话早到了啊！大鹏啊，他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好啦，就是以前不是也是经常派你等一下要去抖内幕吗？啊，三点。对啊，怎样？上一幅等一下三点啊 ，Grace 下礼拜代班哦，下下礼拜啊。然后，我最近没有遇到 Grace， 有啊，
我最近没有遇到他。昨天 Grace 还他在我楼上录影嘛，我还等他嘛，因为他也住板桥啊。我就是搭便车，搭便车好。然后我就觉得回过头来就国际政治上面、印太上面，你看不管是美日非或是美日韩，那都是印太的一部分。那印太的安全体系里面呢，美国跟这一些岛链国家防的一个是北韩，一个是中国嘛，这很清楚嘛，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所以什么六点半什么意思？哎呀，这个问题请你 Google 好。好，好，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怎么昨天也在讨论六点半，现在也在讨论六点半呢？啊，那一天就怎么样？就林元凤啊，林元凤就在那个讲到柯文哲。七点半了，我们七点半怎么样？又不是六点半了，为什么呢？然后六点半我就看他一眼。你看林元凤啊？对，林元凤。林元凤没有第一时间没有会议。林元凤就看着我，看了一下，他就说：“我没有在开车。”我没有在开车。哎呀，我就觉得好。然后我就说：“哎、我看你。”你也知道我给问吗？是十二点，是十二点，好，是十二点，六点半相对于十二点，好，对不对？好，那我觉得，哎，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但是虽然大家后半段谈到这个开不开车，大家聊得还蛮愉快，但是还是为台湾今天发生的地震啊，还是为地震区比较严重的人民，希望都能平安了，哎，都能平安了。然后大家好，你走路也好，停车也好，未来稍微注意一下、哦、注意一下会不会那个大楼高楼大厦的瓷砖会不会掉落哈、哦？对，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哎，盖瑞很爱林俊宪哦。谁？林俊宪哦？俊宪哦？俊宪？俊宪现在聊太早了吧？俊宪要加油。俊宪现在聊太早了啦，哦，俊宪真的要加油，俊宪真的要加油，好，就希望大家，在今天早上到现在都平安，也希望未来几天里面也能够多注意自己啊，防这个周边环境里面尽量避免。到有空中可能有砸落下来的地方、哦嗯、当然还是希望各位自己小心一点，各位自己也平安了。好，那今天就先到这样子，下礼拜见面的时候应该习近平跟马英九那个事情就会更清楚了。四、哦、月八号、对啊，那我们礼拜三嘛，对啊，下礼拜会更清楚、会更清楚一点。好，拜拜。各位平安。